认真对待每一只豹头。豹。海中的大翡翠。女神吃尼罗是这样的，而我呢是这样的。这是一只变异的海参，听说生吃营养价值才高。浪费了一件衣服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？这是一只大墨鱼，你们看着像什么？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，咱家铁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？来上一块。超级超级浓。Hello， 猜猜这里面是什么？看看谁能猜得对。哇，露馅了！哇，这是多少只八爪鱼？成千上万只。我一口把它秒了，如果秒得下，你们给我一个双击。多少个？秒不下。嘴巴还是爽。挑战终极大美瞳，葱姜蒜，青红辣椒，生菜，再放上一个汉堡，来点秘制辣椒油。有没有再流口水的呀？看看，就这么过瘾。就是不够辣，上辣椒。咱家铁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？我不说，你们知不知道它是啥？这叫海里的贝类，大绿贝。看看这肉，超紧实。加点料。这个可以生呛的，哇，生呛吃肉超嫩了。给我一个双击，我告诉你们它好不好吃。来一个麻辣味的海绵宝宝，必须来上点辣油。无辣不欢呀。它是夹心的，你们给我一个双击，我告诉你是啥味儿的。来两只一斤一个的大虾王，阿老姑说了，这个视频能给我200个小红心，他就给我整一个3斤重的虾毛，能不能吃得到全靠你们了。红心给我一个吧。
竹节称，来个一口梦啊，谁能数得清这是多少个。你也是吧，来五只大鲍鱼。我老爸说了，这个双击过500，老公不给我买鲍鱼，他给我买一只5斤的，好想吃啊。哇，鲍鱼底下是内脏，不能吃的。小红心，给我一个呗。每个月要定期补一补啊，来一串大补丸。最近总有人让我吃发财蟹，他说会给我100个双击。这次必须一口闷得下，闷得下，你们给我个双击。双击只有一个。来个美容院，最近都说我不拼了，辣椒都不吃了，我来上点辣椒，能不能给我500个双击？看我都这么拼了，嗯，放肆！今天整一只1斤重的大扇贝，哇，看过不过瘾？看看里面的大肉丁。嗯，超级超级肥，没吃过的空余，吃过的块儿，想吃的双击下屏幕。咱家茄子，这样过不过瘾？感觉过瘾的，给我来个双击。又蟹又虾，咱开个虾脑，健开龙头双击者，2019必发发发！哇，看到没，虾脑，哇，这么大块花，嗯，里面还有啥，还有脑浆，最近太累了，吃啥补啥吧。有没有知道这里面藏了一只什么？来一个海底捞月啊！5，8啦8啦，浮出水面了。